品平从小接受气切辅助呼吸，但他有画不完的画，说不完的故事，还有唱不完的歌。对罕病家庭来说，等待治疗的过程艰辛漫长，请成为他们继续坚持的力量，因为有你，爱不罕见。蛰围，外胚层增生不良症，没有汗腺，不易流汗，体温过高常造成身体不适，甚至有休克危险。他爱打球，就算打没几分钟就得下场降温，也还是要打。因为有你，爱不罕见。